现在是在力宝乐园，然后呢，今天晚上要去参加那个 Red Bull 的 World Run 的那个活动。5月5号，星期日，上班不要看全体去参加 Red Bull 主办的 Wings for Life 路跑活动，为了不能跑的人而跑。这个路跑活动的规则很有趣，全球所有参赛者在同一时间起跑，30分钟后，叫做终结者的车辆会以时速15公里开始追击跑者。拜拜啦，辛苦啦，被追上就结束比赛，每隔一小段时间就会提高时速，一直到全世界只剩下一个人为止。去年我也有参加这一个马拉松的活动，然后大概跑5到6公里左右就结束了。去年上班不要看也有参赛，大半人在5、6公里前就被终结。今年我们卷土重来，我们给上班不要看一个超过10公里的目标。除了我自己，这个人说他要10:08，没有，我上班超过，我还是会跑到10:08。今年我是要负责开那个终结者号，就是开着一台车在后面追所有马拉松的跑者。赛前除了老龙吃的包子，还吃了主办单位准备的便当。它的甜味真的很重，很明显，好吃，吃几个都不腻，他会喜欢。这是赛跑前1个小时，大家不敢不吃，但又不敢吃得太饱。看不懂，好，没关系。这个啥？为什么要拍便当？对，我想偷拍便当。便当店叫做乙吉松，没听过的台中商号。便当里有卤猪排、炒笋干、炒青菜、香肠、炒黄瓜。卤排骨下面还有一块油炸虾饼或鱼饼。这个蜜汁排骨真的很好吃。是近期吃到最好吃的便当的排骨，配菜也很优质，香肠十分下饭，但是米饭太过湿软，实在可惜。 Red Bull 的工作人员手指上还有一个特殊的开瓶手环，也太可爱了吧。我可以请你帮我开吗？因为终结者要陪跑者到最后一刻，所以预期开车时间可能在4小时以上。我要开着这台车4个小时的时间是不能离开这里，而且4个小时只是一个基本的估计。主办单位贴心的准备了尿布，以防我们中途克制不住尿意。专业的，帮我喝什么？就是怕你跑步的时候那个下体那个失禁。我们现在去洗手间换纸尿裤了。大家现在看得出来吗？这一包的感觉。路跑准时7点开始，终结者号7:30出发。开终结者号了啊、哦！上工，我现在是穿着尿布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看我现在的这个。我要穿尿布。你肯定有穿尿布吗？有爆炸的吗？有。然后想小便哦，我开始膀胱觉得痛。终结者号就像是人生当中无可抵抗的命运，时机到了，不管你开心或者失望，你只能下场离开，死亡或者疾病。都是你无法预料也无法躲避的结果，所以我们为了不能跑的人而跑，也为自己而跑。我们还在追第一名，好强哦！怎么现在还在跑？他比我的膀胱还强，第一名就在附近。辛苦了，谢谢。刚刚那一位就是我们台湾的第一。4个小时后，我们终于诞生了台湾的冠军，我觉得要爆了。各位观众，等一下。不要动我！不要动我！不要动我！现在不能动我！现在不能动我！现在不能动我！他在尿尿，一人尿尿。好了，那我想说，一切结束了。我现在身上好像还是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人生成就解锁，但这个成就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